我发现要先升级啊，吼啊，不然都会打不赢。先肯讲主人了，你等我一下。我最近可能干嘛？把角色讲一讲，再看看卖啊。个人觉得还蛮爽快的，下一关。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说，就是那应该可以存档吧？应该啦，看起来是可以。那你们在忙的时候就放着，对，在忙的时候就放着。过了。